范师兄的，你好，我叫马大奇，然后今年16岁，然后平常就喜欢唱歌，然后看电视。是叫我们叫东俊，是今年生日，然后平常就喜欢打打篮球，然后听音乐。对呀、啊。大家好，我是司南轩，平时喜欢唱歌，然后还有对打篮球。是好，我叫刘耀文，今年14岁，我比较喜欢 rap。行。我们是师兄，不是导师。不同啊，放松一点。大家好，我是贺俊霖，然后今年15岁，然后平时就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喜欢去听一些相声。师兄好，我是张真源，今年16岁，然后平时喜欢唱歌和 rap。师兄好，我是严浩翔，然后平时喜欢 rap。然后偶尔会去下鬼屋啊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我蛮喜欢的。我们去韩国怎么样？有挺好的。对，就是在那边就是反正去了几个月，一个多月，就已经放弃学业了。找事做一下了。因为刚进去我们还是他们真的挺紧张的，因为今天帮他们在拍节目嘛。然后作为师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克服这种是慢慢就习惯了。就是这种方法，其实吸个漂亮的，把你注意力放到自己要做的事儿上面，就不要想，比如说我走红毯时候，我讲那些媒体拍我时候我什么样，他们怎么看我，你就想你要做的事儿，你怎么去做，你就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要做的事情上面，就会好。其实说白了就是走个路嘛，大家都问题，那就直接走过去就好。然后有什么就是要求啊，拍照什么的，到时候在那个点儿拍照，像那样就不行了。其实你们已经做的就是很好，然后就是可能舞台方面什么事，就是大家都特别厉害，没毛病的。然后什么，看过必须得看过，必须得看过。然后台风蜕变之战，对不对？是不是？好吧，好。然后就是习惯习惯的话，多试试。他们现在也是在变声期的，然后他们在舞台上也很想展现自己，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够给他们，就是怎么克服这个东西？变声期，练习少唱歌，就是尽量去唱那些不是特别特别费嗓子的歌，然后练习也不要太轻，就是变声期还是要好。变声期如果说你那段时间过度唱歌会很麻烦。所以就是大家尽量没事就让他们休息，因为变声期其实就那么一会儿，然后过了就好。但是变声期的时候你其实也不能休息，就是说你唱歌的练习可以少一点，但是你要比如说想唱歌的，就你好好选一选自己真正喜欢的曲风，比如说喜欢 rap 的，也喜欢唱歌的，就选好自己喜欢的，然后去研究研究，然后等这段特殊时期过了之后努努力，天王巨星就是你，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在舞蹈上，在舞台的舞蹈表现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就是练呗，对吧？就是多练，然后也在台下适应了，你上台就你的注意力就不会放到我怎么再去适应这个事情上面，对，你就会把自己精力放到别的展现上。就是想问千羽兄，就是在舞蹈上是怎么能做到就是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身体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角度的发力点有些就是轻重，就是现在爆发很好，但是控制不行。看跳绳舞，就比如说这些，跳 hip hop 也行，就是光不行。假如你现在爆发力很好，不要再爆发，去多发一发做深蹲，
释的东西，对，反正就是除了你现在擅长以外的这些东西多练练。对，那就是如果多练练现代舞也可以。你打电梯路也是，特别是欢迎兄就是那个刚才说就是我习惯你就是用嗓子西北老师上说的这个问题，他让我找补仓那个，有时候找不到，那个有什么办法改善？没有，就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不明白了，因为之前我也是白人事，然后就是白人到后来，其实自己找到一个韵味，说不上来是怎么样，其实我就是真声或者声响声三个。你觉得这首歌，比如说，可能比如说他来唱，他觉得很低，他可能就。反正就是如果他来唱，他是假唱，那你不会觉得真声很棒，就是真声，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你要，这也是有点可以，就是在家里可以试着找一找，类似于如果要找头腔的话，你可以试着不要唱字，唱一些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的，你就自己对着镜子找一找，如果你找到这一点，你就记住它，然后你就找怎么舒服怎么唱，说什么就是。我问一下，我是感觉就在舞台上怎么随意？随意，就是随意啊，就是，主要是比如说跟大家有距离的地方，就大家需要就是比如说，要跳起舞是要求，就是要跳起舞，要比如说怎么走位怎么走位，其他的其实一些可以自己随意搭配的地方就，我觉得就自己随意就好。我想是，是你用来不是，就是你自己想表达什么，是在玩。我的习惯是，